第四局，苏州队开球。最新的比赛，全国斯诺克团体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，这是东道主陕西队对阵江苏队，这两支队伍啊都是夺冠大热，非常的强。那么丁吹代表的是陕西队啊，曹宇鹏代表的是苏州队。那么现在陕西队已经是3-0来到赛点了，这是第四。好，咱们看看丁吹能不能够拿下比赛胜利。那么大家帮视频点点赞啊，咱们一起来看球。这是国内最顶尖的斯诺克，两位选手都是职业的选手。冠军奖金150,000啊。哎呀，相比那个中式台球来说，确实是真的是没得比啊。人家一般都是100万、200万起步的那种冠军。好，不说那个，这边有机会漏袋口了。粉球也有，好，看曹宇鹏的吧，交到粉球，上手。这边看看粉球点位有没有被占。放在黑球点位还好，两边底带都有。对，起码有一个球可以围球啊，篮球来做调整，那这样的话才好打。这局面太好了，那就推过来了。粉球角度比较大，可以 K 球队。刹车也可以，叫到中袋，篮球来调一下。没问题，看看左边有哪颗有单煞的，最上方那个应该有。中带的话其实也可以。
好，这边是要要球台。以后那个位置一库也可以，两库也可以，最好就是右上两库吧，一库也可以，两库也可以。要是两库的话，这个母球离这个红球会更近一点，那就更好打一点。来的篮球来调啊！不错啊，这球角度也出来了，好球！又 K 出来一颗，那整个局面都出来了，这局的话问题不大。不要小看曹宇鹏啊，人家是三次打进大型排名赛决赛，距离冠军只有一个黑球啊，呵呵。这角度没有要好，两库先叫个中袋吧，感觉怎么样？一库也可以，一库，两库是走线的。你看这条就是线，走多点点，走少点。哎呀，走多了，有个顶袋，有个大角度。来，这边是要炸球堆的。来看准度，粉球。出来，好，还有啊，还有，这球避开下方龙球，还可以进攻继续。这边辉哥这边没办法嘞，确实漏了个袋口是吧？高手过招，也就是一杆球的事，好球。丁俊这边也是3-0了，来的不慌。哎，没叫到吗？中袋，想的可真久啊！但比赛归比赛啊，比赛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啊，但是想的久，裁判会提醒你啊，该出杆了。台面还有67。非常的不甘心，拼劲，67，67，粉球可以连打带防嘛，打进就0分嘛，
打不进这分球，我感觉可以搞，打进就进，是吧？不进就，那也是那就防守的嘛。确实准。还有长台啊，还有长台，也是一个连打带防。对，比划一下这个路线，但这个路线，需要准度的支撑下才能够出来。这个分离角就不一样，这个路线也会不一样，落点也会不一样啊。所以说，防守、进攻都需要准度支撑。直接超分，没有机好，会了丁啊！飞这边。期待第五局吧。好准，他们59、68，超九分。曹宇鹏开挂了呀！真牛掰呀！还有，打得真好。哎，左手。曹老板左手还是很少见哦。绿球，我感觉绿球好一点，对。低杆拉回来。来这边，那个红球好像也有，但是很细，最好还是 K 球吧啊，下方这两个球，最好的球应该也就是粉球来 K 球。哎，够用啊，绿球这角度够用，咖啡球一二三，一。二三三库四库也可以。来，一二三四四库 K 球。那本期视频也就到这里了，非常精彩啊！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